败类的话，老衲也会忍不住出手。峨眉派自立派以来，以发扬光大正宗武学为己任，属于玄门正宗。以柔克刚，刚柔并济，我派太极剑、两仪剑，皆为江湖群豪称道。人生于三千红尘之中，受万千羁绊，有多乐手？求得逍遥，本不是容易之事。古仙教在江湖中以善使毒蛊闻名，向来只收女子。文成武德，仁义英明，忠心圣教，泽披苍生，千秋万代，一统江湖。祖宗唐门，武林世家，暗器飞镖，天下第一。只有死人方能说出暗器的秘密。祖宗唐门，武林世家，暗器飞镖，天下第一。只有死人方能说出。我衡山乃是五岳剑派之一，衡山三定三位师太在江湖上也素有其名。我派武学以气御剑，剑气双修。家师君子剑岳先生，更是当今武林正道最为称道的一代宗师。文成武德，仁义英明，忠心圣教，泽披苍生，千秋万代，一统江湖。在下日月甲部第一天下为山者，记住，日月惊天，乾坤倒转，一转奇经，气倒八脉。
在下日月甲部，比翼天下，要杀人要求胜，一招足矣。天下事，天下人管的。想知道更多孤剑村的事情，有胆就随左某来吧。十大门派教出来的弟子，是水货还是英才？让我的手下呀！果然有些门道，第二队上。别得意，可敢再与左某比比脚力？
别杀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该夸你有胆色，还是该说你不知天高地厚呢？出招吧！长进不小啊，小毛孩，敢不敢在塔上一斗呢？可恶，嚣张！哪里跑？